走吧。很久没有好好的打一下传说了，是不是？哎靠！为什么这一棒会空棒呢？这个蓝 buff 有点叛逆哦。谢你捡我啦！操嘞！操！大船来咯，哎，玩个盐，然后回头吃吃加几蓝 buff。 哎，这悟空，哎，你三小啦，这悟空干嘛干嘛，哎干嘛，哎你干嘛啦，这悟空啊，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啦，我来啦，麦刀麦刀麦刀，这一面好可爱，哎，不知道我等的就是一个时机嘛，啊，还敢那么出来啊，凯撒现在有诅咒，那就先不急啊，我们一样把这个野怪往上收，往由下往上收。对，因为下一件装备是王者之剑贵啊。哦，有了，来个复活甲吧，毕竟我也不想死，哦，我不想被小当啊。那这个蓝 buff， 蓝 buff 收一收之后，回头上来他们的红区，应该八九不离十啊，可以遇到人啊。哎，没有，他们全部在下路了，那就出发喽！来啊，挑战一打五啊！我来了，观望一下。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观望观望，没关系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我刚踩进的这个点，应该是说我往下跳的那个瞬间没有跳下去。如果跳下去的话，那克里希先收，再回头去收对方的悟空跟射手。哦，那剩下一个辅助打不死我。哦，五杀，这是我心中的预想了。可是的模板宽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的。开始撤退。对。理想很丰满啊，现实很骨感，惨了，就被他们一个变态调教。这里有机会，他在干嘛？哎哎哎哎哎！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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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我标题所说啊，这个泼猴，泼猴已上线。现在想要打排位的各位，我建议你们先不要。OK， 来吧，再来原地走起。现在要打排位的各位，先不要按下开始配对键啊！泼猴来啦，小姑肤色的黑色系数多少？看你的满分是多少，就大概落在那边。
来，下路兵线我直接。OK， 这里有机会杀吗？他打回血，他怎么回？也打不过我的暴击。啊！你怎么给我打？跑去敲板呢？等一下呢，我，哎哎哎！快走！这什么？TP 是不是？现在还新增了 TP 呀、不要过来呀！啊！小前方在草上。OK， 接近完美。那我们就回头去拿自家的蓝 buff 吧，应该没有太大的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里上路好像也可以打一波哦，来来来，为什么凯格路士刚可以 TP 啊？好，先这样子，然后呢，等两棒，再见。有没有？各位，够凶吗？我们这个两个棒子存的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开大的、啊。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远离他，对，不要让他吸更多的血。这边应该是有机会，我来了，大哥哥来喽！哎，这一棒没有出去。哎，好，下路兵线先带吧。状态很差，先撤退。对方那个太猖狂了，你知道吗？下路这边是不是有机会？可以吧？我来推个他。哎，跑兵，不要死，跑兵，跑兵。OK， 拆掉了，拆掉了。OK， 太厉害了！这种时候吼，哎，啊！你没有勾还想过来啊？我来了，过来！不行，四秒钟。OK。啪！我刚看到我的圣剑好了，所以说这个不是圣剑啊，我的那个王者之剑，所以这个就是必须得杀的，你知道吗？好。队友这样子的血量集资诱惑，那对方又要冲了，对方冲。Hello。Hello， 不好意思啦。今天是五连杀的节日吗？啊！鬼门开咯，排位我来咯。太扯了吧！这什么杀神悟空啊？我们打野选出来丢脸的。哎呀，不要这样讲啊！哎，我来咯，不要靠近哦！哎，不要靠近我哦！
跳下去会死人的哦！不要自己靠近我，好吗？这段感觉很欠打哎。来，先杀后面的，再杀前面的，然后这个马洛斯，这个马洛斯。OK， 猜一猜，干嘛啦？崩溃啊！这边崩溃了啦！不好意思啊！对面是电脑吗？对面不是啊，对面嘴成这样子是电脑吗？不可能、啊，电脑不会让你这边嘴炮的、啊。开枪！